成日有人问我究竟拣开边只燕窝好咧，我会推荐去食嘉义妈妈食开嗰只。究竟系边只？记得睇到最后啦。今期仲有额外赠品。大家好，我系东港城店长 Tammy 啊，等我同大家介绍今期有咩优惠啦。人人都知道大盏燕窝靓，由于燕子住嘅时间比较短，所以 B B 盏里面几乎冇毛花，好干净，盏身密，盏型靓。佢嘅发头相当之好，一两可以发到八至九两噶。而且佢盏身薄，几乎冇头脚喎。浸嘅时候唔会一拍未浸好，一拍就会浸过浓。炖起之后又香又滑，唔怪之得连嘉燕姐都系佢 fans 啦。滑滑 B B 盏最大嘅卖点就系全程最干，你睇下。大家可以睇下呢盒 AA 观燕条，你睇到里面有几片干到碎咗嘅滑滑 B B 盏，你就知道佢到底有几干啦。大盏竹竿燕窝咧，比一般市面上嘅燕窝少15%至30% 水分，即系用一样嘅价钱就可以买到更多嘅燕窝，系咪好抵呢？而家四两都系3566，仲可以用洗钱券再减100元添。要补身又点少得野生冬虫夏草咧？呢个星期优惠就系呢款细圆条啦，每盒都有100条野生虫草，而家做紧特价3999。每日2至3条，足够你食几个月噶。三高嘅朋友，呢款37马卡粉就啱晒你哋啦。佢系用大大粒嘅37，味道金龙，入口就知道呢个系靓37啦。而且冇添加辅料，成分全天然，系令血管保持年轻最佳嘅选择。两盒936，仲可以用洗钱券300元。提提你啊，食保健品想有效，记得日日食啊！今期另一款激笋优惠就是红烧12罐鲍鱼，再送12包锦米俾你哋啦。一罐有6至8只，全部鲜鲍入罐，够弹啊！连红烧汁都是特别熬制，而唔系合成，所以特别鲜味。台湾锦米唔少超市都卖紧过100元一包，因为佢煮出嚟嘅饭系香甜软糯，是珍珠米中嘅王牌。无论做寿司啦、煮饭、煮粥啦，都有惊喜喎。加上产量少，所以就算高价都有人欣赏。中医话锦米可以健脾胃、补中气，人人都啱食噶。咁正嘅鲍鱼配埋12包锦米，呢、这个星期仲再送手拉车，都只系1200元咋。想简简单单吸收花胶嘅胶质，又唔想花功夫搞几日，就一定要试下小曼槽花胶片啦。佢易浸易发，细细片，想食几多浸几多。600克成个枕头咁大包喎，都只系588元，认真超值啊！煲靓汤就要有靓料，新翻嘅西非开边红螺头，极之鲜味，开咗边仲唔使浸咁耐添。今期优惠328元，再送你1包猴头菇。最后提提你，日本北海道原贝798元有2包，已经做紧最后一批，货量有限，随时卖完就加价啦。加埋特大冰海东东鱼一齐煲汤，就先上加先啦。而家第二包仲有半价优惠添。健康嘅腊肠梗系拣加拿腊肠啦，佢选用无激素、冇瘦肉精，系谷字猪做噶，猪只更经兽医检查合格，而且厂房卫生水准极好，所以腊肠可以免洗即煮。最紧要系冇人造色素，冇化学防腐剂。而家两盒只是128元，大家要认住加拿腊肠这个牌子才是真正咁高质素的。今期冻货优惠，美国缅因州龙虾499元有6只，龙虾一上水就用 IQF 速冻锁住鲜味，只只口肉结实，口感鲜甜弹牙，蒸煮焗点整都咁正。但记得要连包装浸水10分钟解冻，解冻好之后就要即刻煮啦。千祈唔好放雪柜解冻，唔系就会浪费咗个鲜度啦。嚟东港城分店买6只龙虾，仲送你1/4支装嘅白酒，系得东港城分店有嘅咋，名额得10个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如果想再方便啲咧，就可以试下我哋呢个红烧花胶烩鱼唇啦。佢加热即食，鱼唇胶质好丰富，成日都有回头客价，两包都系做紧173元。另外，日本北海道帆立贝刺身解冻即食，唔好错过啊！听完咁多优惠，记得嚟东港城揾我哋啦～